星人入侵了，快呼叫超迷你战士。可恶的超迷你战士，不慌，儿臣这就出发去打败他。等等，再让你的兄弟们陪他们好好玩玩吧。这样一来，迷你龙的快乐能量就无法长期让你维持公仔形态了。您的力量消耗太多了。不要紧，超迷你战士，准备接受烦恼星人无休止的进攻吧。每天加班好累啊，明天要交稿好累啊。爸妈和猫在拼命工作赚钱供我上学，真是太辛苦了。让我用满满的正能量帮大家消除疲劳。哦哇，感觉浑身有劲儿，再也不怕加班了。哇，我可以再画1000张。本黑气大王不仅能喷出黑气，还能吸取人类的正能量。没关系，我还有正能量。哼，想得美。怎么感觉浑身无力啊？你被烦恼星人入侵了，快呼叫超迷你战士。出发。没有了正能量，负能量就会滋长，最后变成烦恼星人。本王还可以把正在看本动画片的你的正能量也……抱歉，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吃一口雪糕补补。喂，你怎么吃了那么多？超迷你战士，让你们尝尝我的新绝招。这是什么？本王将正能量转换成负能量怪物，黑气泡小怪。来吧，我是宇宙最勇敢的能量迷你油。怎么回事啊？跳舞啊。我的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？你已经被黑气泡小怪控制，成了本王的傀儡，自己打自己。你不要啊。去撞墙。我不行了，这样下去会没命的。迷你猫，你怎么没有被控制啊？真好吃。还有这一招，我也来。好恶心啊。对呀，那就是臭豆腐的味道。那你负责吃掉黑气泡小怪，我来修理黑气大王。没问题。保证吃得干干净净。黑气大王，我们决一死战吧。可恶的超迷你战士，受死吧。看我的蛋白质飞踢。看我的勇气头锤。黑气泡小怪都吃光光了，吃饱了就该睡觉了。可恶的黑气大王，快交出学霸一家的正能量。来不及了，他们的正能量已经被我转化成黑气泡小怪，都被迷你萌吃光了。哎，什么？现在轮到你们了。正能量都被吸走了。糟了，迷你萌，快跑啊！完了，迷你萌的正能量也被吸光了。我就是个没用的废物，什么事都做不好。我快不行了。嘿嘿嘿，没有了正能量就会变得意志消沉，毫无斗志。本王祝你们上西天。本王一定要好好折磨你们，报上次变成萨克斯公仔的一箭之仇。糟糕，没了正能量，迷你萌跟迷你有一点胜算都没有，得想个办法。灵感浴缸，用力靠。我知道了。是博士，尼莫，博士来救我们了。
不是太无情了，没人能救你们。快起来跑步。我一点力气也没有，跑不动。跑跑就会有力气了。可是我连爬也爬不起来。啊，那就先从手指开始。这样也行。哎呦，我好像有点力气了。那就跑起来吧，少年。没用了，他的正能量已经被阳光吃掉了。哇，感觉体内又充满正能量了。什么？运动可以让大脑分泌多巴胺，转化成正能量，感觉心情舒畅，好痛快。继续跑，不要停，把你的正能量分享给大家。正能量好像超标了。算了，超迷你战士，快为人类消除烦恼。怎么可能？用龙山巨锤！干得好，超迷你战士！原来不是没有放弃我们。新一代黑气大王公仔不仅可以演奏音乐，还可以吹出泡泡哦。小笨，继续画画。喵！爸妈，一起来跑步吧。这位是？啊，对哦，那是。这个我是来推销暂时牌跑步机的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其实我早就想买跑步机了。